哎，天启呢？那他要做一阵子，去尿个尿。哎哎哎哎，想跟您大声说。哎、欸，这次我也想挂哎、欸，这次蛮酷的。我、哦、靠，太狠了吧！我的外格直接封锁。哎、欸，他是封锁哦，在场的时候可以封锁，现在是没了嘛。好像限制条件是要三张牌，一二三，然后就可以特爽。封锁的外格还蛮强的。闪刀表示干，分给。哎、欸，如果打到闪刀，应该很傻眼嘛。哎，等等，他做双球，双球会被弹手吗？他不会被笑破，那不就无敌了？那、啊、这个他怎么解？他 IP 做的、欸，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可以教我啊？这什么鬼？我刚刚也没看懂我怎么了。
噔噔，一下看。OK， 所以他只要凑齐素材，他是可以发这个效果。哦，把哦，他把八个骑士除外，然后就可以把他手牌干光。OK。Holy shit！你的败因在哪边？我宰到后宫，我废物。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完全没办法反击、欸，多扯。让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蛮有趣的。而且需要的 UR 量还好哎、欸、，UR 都是现役的，是吧？你看他的骑士都是 SR、N 卡、N 卡、SR， 贵的都是通用的，像这张比较贵。